今年的年夜菜是有故事的。这道加料的盆菜我要吐槽。首先我想豪一次，网上订购了一个盆菜，就是这个，看起来真不错，重点是三至四人的量，心中窃喜，除夕不用干活了。看这内容，满满当当的，相当人民币780。快递到家，满心期待我的除夕大盆菜。啊，这店家是不是误会了？这是晚菜吧？又或者煲仔菜？真的巴掌大，不是说盆菜吗？像香港元朗那种大盆菜呀。我要改版它，要不不够吃啊。家里还有点绞肉，加点盐、白胡椒粉、蚝油，切点葱花，六个鸡蛋，加点盐打散。锅里刷油，没错，煎蛋饺。这大过年的，必须盆满钵满呢。蛋液下锅，换锅把蛋液摇均匀，放入肉馅，轻轻地把蛋皮盖起来，调整轻压封口处，好让它完全吻合。再翻个面，出锅，再加两根腊肠，一杯鸡汤，一小颗大白菜，准备一口铁锅或者砂锅，白菜垫底，把网购的盆菜底部莲藕放进来，几块白切鸡，几块烧腩，几块卤水鸭，花蛤摆进来，然后是蛋饺。这锅全靠你来定量啦。大虾、冬菇、发菜，一个海参，三只蚝肉，小鲍鱼，腊肠。这才像过年盆菜的样子啊，淋入鸡汤，大火煮个8分钟。我们家的年夜饭开始咯。好看吗？对，哦，你们家老太太五个音呢。